会做老司机？不可能啊，我又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抓到什么吃什么，吃什么了？听说这里有花甲，我试着挖一下看看有没有。开搞，挖不下去了。哎，你来踢了这个来。哦。嗯。哎呦，弄了里面。这个不出来了吗？这里啊。啊。这种是啊。应该不是那种吧？是。那么小个。这是什么？番茄虾。这种是。番茄虾，看看里面还有没有。你看这里有三个帐篷在卖水。好。这个大，这个大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啊。有三个洞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它应该是游过来了，我怀疑。好像往这边。往这里。找不到洞啊，深的。这边，你踩一下。来，轮位太重了，拔不起来了。要不要扭一扭？扭一扭，让它松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给你讲怎么出来。不要动，好。吓我一跳！我动了，动进去。好了，你直接陷了。太山压了。山压的，你说什么？你想啥？坑队友啊！坑队友！我这是遇到什么坑队友？来，找你。拿不起来，要锄头挖了是不是？我来，要不要锄头挖？真会玩，这样轻轻刮就出来了。小六，花甲就在表面上。你看，这个花甲就在喷水，这个表面上。那这样可不可以？这样可以，你过来，我刮你看。稍微带一点嘛，你看这个是吗？这个对，哇，好多哦，这里哦，这还不算多了嘞，过段时间就大哦。太容易了，在这里，天，太容易了。这个有挖回去养个一两天就可以了，对，一天也可以了。哇，太多了！来，你看，真的是一窝。它一有的话，就有一圈。真的是一窝。对，这里啊，你看都是。表面你看，这都是。这个，这都是。捡起来洗洗就多了。好多的，这个，反正这些贝类的话都是这样子，有是有一圈。哦，你看。对，而且它不会说很深，就在表面，沙子的表面这样子。带小孩来这里玩就爽了。对，小孩子也很喜欢玩。对，如果你们带小孩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厦门有沙滩的，比较没那么刺的。这里有个大的，你看多少？大的一样，小好多啊，感觉就像有人在放在这里的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它一有就有一群了，反正这种都是这样子。以前我们两个人出来可以挖个50斤回去，最少。肯定可以，你看。这里的桶，这桶里肯定有一大
小六那边有勺子，那个铲子你不要、这个、用铲子吗？不要用手，等一下割到手。哇，真的是一窝的这里。你看，你说我还想走吗？我们在这里常住了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欢迎啊。朋友们不要说我们来这边的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谁来这样子玩都舍不得走的。对，我们来这里就天天吃花甲了，真的好多。天天吃花甲你也会腻，真的。你看，你看到没有？随手一抓。你看这里。如果那里有的话，你要去。对，真的是一群。小六。这里好多蛙甲啊，有我，你看我一手抓下去，你看有我们有蛙尾本流卖吧，蛙尾本流卖好像不太实际呗，20多块钱一斤哦，你们20多块钱一斤啊？对啊，我们那里23块钱到20块钱，我们这边不用钱的。那我跟亲妹妹可以考虑一下挖花甲去北流卖的。就是啊，哎，这样我们可以商量个事情，我们来负责挖，你们负责卖，好不好？对啊。能挖到多少？我们挖这一桶。哦，我跟你说，真要花花讲，一天挖个几百斤也不是问题。开玩笑。就是挖这么一小桶，就得500块钱了哦，小六。是吗？对啊，真的好多。而且一天2个潮水哦，你都可以挖多少喽？他有他潮水涨，我都不走了，在这里摸。潮水在涨，你都不走。穿裤子就在这里摸了，小六。这种蛙甲它是群居的，它是一窝一窝的。所有像这种贝类都是这样子，一有的话就一大片。嗯，马上就满一桶了，这里满一桶应该有20斤吧？没有，你看看，有满一桶有，有没有？这里都有差不多10斤了。很重的。你们看一下，这里我挖出来就是这么多都不想要了，太小了。刚开始的。社长，你看这里都是一窝的。就跟剪一样，本来就是剪，就是剪啊，就是给你剪啊。哇，这手一刮下去，全部都是蛙甲，马上就爆桶了，爆桶满一桶了啊，爽火了嘛。嗯，这里挖了不到半个小时，小六开心吗？四个人有一人就挣100块了哦。小六开不开心？玩得太嗨了，这种太嗨是吧？哎呦，满满的收获啊，也够吃了啊！咱们现在回去了，这里还有很多，我明天再来这里挖。下次我们来这里包场了。对，带小孩过来啊。对，挖不完的。开车开车来一车回去，从北乡那里衣服都不带了，过来了。你要开大货车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啊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欢迎大家来厦门这里挖。对，欢迎大家来厦门。找不到挖甲的就找小胖子跟亲妹妹他们。可以找我们。绝对包满桶。